公鸟回来了。去天空一直绕，越来越下面了。没有食物，不脚会酸了，这样蹲太久了。说，雏鸟在叫，有没有？雏鸟在叫，看到公鸟才对。后面，黑鸢，食物都不要丢走。哎呀，去打黑鸢了，去打黑鸢了。上上上上上。虽然好像没有对到焦，但是有去抓到我的位置，母鸟出去，对。现在就是雏鸟看到黑鸢在叫，黑鸢从那个基隆营那边冲过来，雏鸟看到在叫，后来母鸟冲出去打它，打完以后飞过来巢穴左边顾，漂亮，漂亮的解说，不，漂亮的，漂亮的一回合。我是又听到声音了，是不是又听到声音的？觉得它不会站太久呢。我在看谁？在看谁？刚刚那个蛋。哦，远方很多燕鸥在飞，它在理毛了。哎呀。